3月13日由曾宝仪、刘维、王青、陈瑶担任固定嘉宾的美食旅行真人秀《吃光全宇宙》在京举行开播发布会，以曾宝仪为首的四位吃货天团出席发布会现场。曾宝仪、刘维、王青、陈瑶四位嘉宾在现场更是颠覆以往形象，笑料不断。在游戏环节中，俗称站在食物链顶尖的男人王青面对黑暗料理，王青透露在节目中最胆大，敢吃各种稀奇古怪的食物。我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我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呢？就是怎么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没吃过？哎，有说耶？他吃的东西都是闻所未闻，从来没有见过。对，我宝仪姐曾经有一，就我们有一趴，宝仪姐在我旁边，整趴的录制，她表情都是，哎呀，你觉得在录制？因为他就像一个空气防护罩，从头顶开始把我灌那个臭气。发布会现场，刘维和陈瑶各自表示在吃中释放了天性，为了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现场各自准备了四种不同体验的食物。作为节目的固定嘉宾之一的曾宝仪现场也是大方，曾是金句，所有都说中我的心坎，是真的解决了大家的问题。哦，我觉得而且录这个节目最高兴的就是一早上起来看到导演就说今天吃什么，